OS 杠 V 六大型驾驶室扫地车。OS 杠 V 六大型电动驾驶室扫地车是中国首台运用汽车制造理念设计生产的扫地车，堪称国产扫地车中的宝马，拥有11项国家级专利，其中有2项发明专利，具备超强的清扫能力，能够轻松处理路面上的沙石、树叶和矿泉水瓶等各种各样垃圾，清扫效率高达每小时13900平方米。OS 杠 V 六最低离地高度100毫米，主刷长度800毫米，配备2个直径500毫米边刷和2个直径550毫米边刷，3.7千瓦美国 KDS 驱动电机，充电后可持续工作8到10小时。配备60升大容量水箱及230升超大容量垃圾箱，最大工作速度